小子，我是马拉的长话短说，现在看来，唯一值得行尽管魔族头，清醒一点的现在，穿过最难以想过的巴沙拉的力量，迪欧跟你接下来，放心吧，一切。神官迪欧根尼应召前来。啊，女仆装束，这只是我的个人兴趣而已。
杀手是不能一直出现于人前的。魔族似乎已经把这里包围了，一口气突破吧。回村子吧，将这坏家伙全部都赶出去。这样可以。